黑啦。隔几天呢，我就要去到台湾读书了嘛，所以哦，我想要拍这个影片哦，给我二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现在让我来有请。OK， 我们一人呢准备了五个问题要给对方回答。现在我们剪刀石头布，看谁先问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来。小时候哦，做过什么事情哦，是你到现在想起来了，依然觉得很白痴呀，很好笑啊。白痴，我真的想不起来耶。什么白痴？白痴，你笑我？给我打死你！我知。OK， 我们小时候呢，发明了一首歌，期待不要离开。我们小时候发明了一首歌，什么歌？你唱得出来吗？隐秘的神曲。我觉得这首歌说不定唱起来很好听了。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唱出来。来 ，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Got the Blue。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？是不是很像？最好笑的，最好笑的事情，做过最好笑的事情，就是觉得现在想起都是很好笑的。我们做过很多很好笑的事情，不是乱讲，很多。大概几岁有提示吗？什么都可以，很好笑。很好笑的事情啊，就小时候的时候，我儿子在拿我们妈妈藤鞭哦，拿去捞那个沙发下面的那个我们的玩具，我们别抢，我们捞起捞过那个藤条上面就整个灰尘到完，然后就挂那边没有洗了。不是我藏过。好，还有我们拿我们妈妈藤条啊，拿去藏起来。就捞着脚上，每次都是叠起吧，就一捞起吧，哇，那个灰尘哦。而且那藤条上面不是每次一打，不是裂掉，然后又黏黏的，然后一捞起来，全部灰尘黏的。个理哦。我们那虽然不是 twins 啊，可是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异样的本分，异样的想法，异样的东西，想法，甚至是异样的习惯。你可以举到100个例子出来吗？我们喜欢讲人家坏话，这是全世界人都喜欢的事情。我们喜欢把那个人批评到一无是处，走过我面前就把他讲要。尤其是我不喜欢的人的时候，他做什么都是不对的。对，然后还有，看衣服的 taste， 选东西的 taste 啊。吃的菜小时候差不多一样，可是长大后他去大学过后就不太一样。对的，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吗？因为你有吃，你有吃菜吗？还是在那个就是我们紧张，我都会肚子痛。我每次紧张就肚子痛，他给你。小时候，哎，你现在没有？哎，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紧张的东西没有什么，紧张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肚子痛，可是有啊有。所以我连去台湾我都带一整袋的风沙玩具。对啊，我每次去马六甲的时候，我就准备很多不同的。考试前呢，可能隔一天要发生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我们前一天睡觉一定肚子痛。还有我们的鼻子都是一样敏感的，我们一睡醒吧，就是，啊啾，然后好像整个碗汤那个碗汤汤那种，碗汤汤可以拿去煮碗汤汤。你没有办法送我去坐飞机啦，你也觉得遗憾吗？会，讲个遗憾吧。因为觉得，因为是你第一次离开我们家嘛，觉得本来应该要送你，只是没有办法看你离开的时候，我回来就不在这个家。
觉得，可是又我又怕等下又考试那些，而且我觉得你会想要给我去送。从小到大，有没有做过让你觉得感动的事情？而且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小时候啊，六年级吧，然后有人欺负我来学校，然后姐姐就带着她朋友去找一个人，结果姐姐进校长室。我就觉得很感动哦，哎，没有，我进校长室啊，你看他这种乖乖耶，乖呀，然后没有我进校长室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感动。那次我可以欺负你吗？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距离我离开马来西亚应该没有到一个星期了吧。距离你回去应该也没有几个小时了吧。今天是21号，这个 video 应该是23、24这样会放上。这一刻啊，有什么话想跟我讲？只要你要是读书回去的话，你知道你大学就会很解决哎，以前一直在家玩的那些，然后每一天就这样子过，后来就突然间知道你要去的时候，觉得就我们小时候曾经一起讲过一个假设问题，讲如果完全不理他家，我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就突然间成真起来，然后我就觉得What the fuck 发生什么事啊，停电停电。不用紧、哎，我们还是坚持拍摄完，这就是经典。来讲吧。OK， 就是我刚才讲毛血旺啊。哦，就是突然间我觉得你长大了，因为从我们以前的时候不是有就是有讲过，就是我们一个假设就是好像。我们以后长大后离开这个家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就突然间觉得怎么成真去啊，而且这么快成真，就有一种觉得哎这样快，然后一想到以前那种你真的是很小吃，突然间就搞了很多这样。可是我也是有觉得你越来越懂事了啊，就觉得越放心。以前的时候真的超担心你，然后在我去的时候，我一直千交代万交代你，然后记得要讲，然后回来一次又一次的时候，就慢慢发现，然后你就越来越懂事。就我每次在离开的时候，我就不用再告诉你你要怎样讲讲。不过现在我要告诉你，就是。你现在病的时候就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然后善良，可是不要太过善良，给你的欺负，因为我保护不到你。那大家有我这个姐姐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幸福过？我觉得。小时候每一天在一起的时候都觉得我老诶，也不能就是不是讲你烦我，就每天听到你念完了。可是哦，你知道你要去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记得那一晚是在马六甲的，民宿吧，那时候你要去，我们带你去适应那边嘛。适应什么？不是适应没，不是啊，适应带你去，然后我们就在房间，我跟你睡觉嘛。然后那天晚上，然后就
么讲那么多，你也是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然后真的到了我妈放下你回来这里的时候，但是我真的是不敢看你眼睛了，因为回忆很难过，因为觉得如果看到你是不舍得我的眼神的话，我应该也是比你更加舍不得。还在这边一天两天的都没有你有什么，我是过几个星期几个月，我在到家里空荡荡，可能少一个人跟我吵架那个。再一个人打我，不习惯了，不习惯了，真的不习惯了。你讲过吗？你讲过，听跟金讲，每一次回来什么感觉？然后你讲，你听他讲。每一次回来都会越来越舍不得这里，然后OK 不要哭了，来我们打起精神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去按赞分享，还有订阅哦，按旁边的小铃铛，订阅旁边有一个小铃铛啊，你按了去了哈，以后我们发布第一个影片的时候，发布一个影片的时候就会第一个收到通知哦，通知哦。还有我在这边讲一下，以后啊去台湾啊，谁都不可以欺负他，要不然我从这边飞过去，从这边飞过去啊，五六个小时哦，我自己飞，不要告诉人家我们是 Superman，Superman 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拜，不要，不要，拜，别，等一下，不是，什么？舍不得结束是吗？没有。拜拜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哈哈哈！没看错。OK， 拜拜。拜。拜。我一起关。一二三。